突然感觉18岁闺女长大了。她穿38的。妈呀，特别喜欢那种带跟儿的跟鞋，要买高跟鞋，要买高跟鞋了。啊，小香风是吗？啊，你穿一试试好吗？好吗，闺女？啊，你现在喜欢那种带跟儿的了是吗？啊，这种儿童卡哇伊的什么你都不太喜欢了。也喜欢啊，就是喜欢那带跟儿的女性化的，因为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是吗？得穿点成熟的。你也想要？可以啊，你俩一人买一双。有黑的有白的，你先让我闺女试试好不好看啊。从来没穿过高跟鞋是吧？先穿一试试。你穿一试好看吗，闺女？你觉着？这根儿也不算高跟鞋，那细跟儿那个5厘米8厘米那个啊，短跟儿这是啊，短跟儿也喜欢是吗？带跟儿就行啊。高跟鞋你觉得好看吗？走着舒服吗？你们都不会走路了。等你有小闺女的时候啊，刚才我闺女还给看那小孩衣裳了是吧？啊，你特别喜欢看那些东西。你长大了，对，等你有女儿的时候给她买，没问题。我这个当老爷的也给她买，行不行？对对对，你妈当老了给买好不好？好。嘿，这我闺女挑的，这好看，这多漂亮啊，是吧？嗯，还是妈妈挑的好看吧，是吧？不高，多好啊！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站闺女边上去，站起来。这家伙超过你半头了，你穿这鞋，挺好看的，好看，多好看。跟儿有点高吧，大的有点那个什么松，小块有点紧。没事，再给你妈转挑啊。闺女，这是你的那什么梦寐以求的高跟鞋是吗？这才是呢。妈呀，喜欢穿高跟鞋了。你站起来，站起来我看看。妈哟，啊，你喜欢细跟的高跟鞋？嘿，长大了是吗？行，就爱喜欢高跟鞋。又镶上一双这鞋，喜欢这双吗？喜欢这个米色的还是喜欢黑色的？都喜欢。哈子，刚才手小胳膊都没有骨头肉乎的，全是肉。他就是小骨头小，好看。喜欢穿高跟鞋，好看吗？这小美女，小样。那高跟鞋的都还会走路吗？会，会走路。我都怕你不会走路，还多练练。没穿过，非要买高跟鞋。妈，哎，我这七十四岁。对，那就行啊，只要过不了期就行，知道吧？这几个呀，买了一堆，买了六个，就爱喝奶，所有的奶制品、奶酪、奶最爱。哎，黄芥末跟那绿芥末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绿芥末闻起来黄芥末不辣吗？怎么吃你买的？哇，是吗？啊，爸爸都不懂，挺好，买吧买吧，我都不懂。闺女闺女，山羊奶喝不喝？对，鲜榨果汁，你尝尝。艾克给你买点，有点像。咱们以后别喝那个碳酸饮料，知道吗？喝点那种鲜榨果汁，是吗？好喝吗？好喝，
还可以。对，别扔垃圾桶。对，逛街遇到这个小时候的回忆，自来红自来白。这个小时候我们叫什么月饼子子，增肥神器稻香村，这没吃过啊？没吃过，尝尝。那上回买过，就爱吃稻香村。行了，宝贝儿，行了行了，糖油混合物。闺女还记着吗？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蘑菇粒。啊，你们都吃过吗？可以，你们童年的爷爷奶奶没吃过，都是你们小孩吃的，知道吧？换包装了是吗？啊，跟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啊，老爸，哎，你看这些东西啊，中式的感觉。啊，怎么了？看中式小女孩了。带你们看看啊！我闺女说，等那个结婚的时候，她想要一套。我说没问题，是您说要。我说的，我说我送你一套行不行？行。穿中式。行，大家看好不好看啊？提前看看。妈呀！我闺女说，等那迎亲的时候啊，定亲、迎亲、结婚的时候，行，说带这么一套好看。妈，可是这东西就只能渴望爱情，观赏多好看啊！我当时我刚才我一瞅见，我说闺女送你一套，这多棒啊！这倒可以，这个带你好看，就带那一天以后就带不了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想自己人生的时候结婚都能够完美，必须完美。行。就带一天以后，拿个珍藏纸没问题，行。啊，我闺女都激动了。对，中西合璧是吧？都得穿。妈，他都知道，太逗了。是是是是。商场逛完了啊，好多感受。我觉得我闺女长大了，18周岁到19岁了，快是吧？18岁多少？对一些高跟鞋呀。对。对一些包括小孩的小衣服。小孩的鞋本衣服。等我要有小孩，我也给他。可期盼你到那个什么。20多岁搞对象是吧？嗯嗯，闺女，刚你跟我说什么？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些冤枉钱买一些头饰，网上买的更好看。那黄金？嗯，爸爸送你没事儿。30-50万买一辆车，不香吗？不香吗？那多好啊！到时候给你陪个嫁妆，戴个手镯，那个项链。皇冠一配多好啊！皇冠就算了，网上买的比那些好看多了。啊，就那意思，实惠是吧？花个几百块，花个几百块。刚我闺女跟我说，妈咪，这网上我查了，说那新娘头冠网上有没有？花几百块得了，那好，我咋那么贵呢？买个车它不香吗？就是。还挺会过啊！还真的不是说那种无脑消费那种。行，到时候你那个要搞好对象是吧？强大自己，让搞一好男朋友。别老说搞对象的事儿。就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万一要搞合适的，甭管是，当地的呀，是吧？村里边的呀，哪儿都行，只要对我外地的呀，哪儿都行，只要小伙子是吧，踏踏实实肯干，对你好，对，他喜欢你，你喜欢他，今天看到这些东西，居然勾起感触，挺好玩。他长大了，感觉18-19了，不是？他瞅着那些东西，他有感触了。对对对，抒发自己的情感。嗯，我觉得挺好。一礼拜，爸爸妈妈还得带你出来一趟啊。到时候遇一些新鲜事物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咱们好好交流交流。好吗？好，行吧。嗯，你也得多出去。今天我突然间觉得他对这个事儿的个见解，我突然对他又有一种看法啊，对，就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种提升，真是有一点点一点的变化，真的是。嗯，屏幕前的你，您的儿女是吧？到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他长大？对呀，是到18呢，还是20呢，还是23呢？嗯，有的人呢，就说那孩子啊，人说了一辈子都长不大。是吧？我在我心里，他都是宝，随时刻我都感觉小巧克力一样。但是您感觉他到什么时候开始成熟了，就觉着，啊，感觉成年了似的，是吧？对异性啊，或者说对一些小孩的东西啊，结婚的东西感兴趣了，是吧？我闺女倒是乐了，18周岁啊，感兴趣了啊。欢迎分享交流，是吧？我觉得我闺女长大，嗯，是吧？好，拜拜了，拜拜，赶紧回顾。